迎向新纪元，医疗技术也不断精进。我们以学习者为中心，建立优质的教学环境与最适合的训练模式，使学习者能够充分获得有效学习，教师能提升教学技能，进而精进本院整体教学质量。本中心设有大型手术室，规划有六台手术训练台，每一台手术台有完整的胸腹腔镜组、动物麻醉机组设备。模拟训练教室，设置显微镜，模拟腹腔镜训练箱及先进 3D 模拟腹腔镜训练器，各式外科技术训练设备等，提供外科医师自我学习的机会与场所，让外科技能教学活动得以正规整合与研习传承。本中心办理各种训练的课程如下：微创手术训练，21世纪外科手术的精髓已朝向微创手术发展，微创手术需要更纯熟的手术技巧，利用完善的硬体设施，办理各种活体微创手术技术练习，为本教学中心设置此目的所在，强化手术技能，减少医疗失误，提升医疗品质。传统手术技能训练，微创手术虽为时代主流，但也不忘传统开放性手术技术之传承。外科手术技能训练，本中心定安排有外科常见技能训练课程，严谨的基础医学教育训练能让外科专业医师具备多方面能力，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手术室护理技能实务训练，中心教学训练的对象不仅只有外科系学员，也包含手术室护理人员、
助产士、外科专科护理师等人员，全面培育跨领域团队合作之全人医疗照护。举办各项相关医学会之手术研讨会，各学会会不定期主动与本中心联合举办各项相关医学会的手术研讨会与知识技术分享，期望透过经验传承与知识传递，能够将医疗技术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全国卓越教学标杆医院。社会形态的变迁与健保总额支付体制下，传统主流医学科系的外科系统已无法有效吸引年轻医师的参与，导致注重经验传承的外科体系在全国各大医院皆面临人力断层的瓶颈。本院借此提供微创手术练习环境，培训外科医师，提升国内外微创手术的普及率，利用教学训练力量，吸引更多医学生投入台中荣总外科医师行列，期许成就更多优质的医师。